But that sound is life. This is brave, this is bruised, this is who I'm meant to be, this is me.一周开始，腾讯音乐也更新了上周有你榜榜单，周深再次霸榜，榜单前十中独占四席，前20名独占6名，其中 Top One 仍然是周深的小美满，这也是小美满的第12次夺冠。第二名是新专辑歌曲蜃楼，新专辑歌曲少管我第4名，新歌庆余年二片尾借过一下第9名。周深本周4首歌曲在榜，分别展现出3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，从科幻的冷感到潇洒的侠气，再到生活的温情，他都信手拈来，再次恭喜周深。相信喜欢音乐的人都对周深的2024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很熟悉了。这张专辑在2024年5月19日0点上线，全专14首单曲，新专全网同时开售。不过，这张新专辑的宣发颇有创新，专辑分为上下篇，与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同步推出。意思是，专辑里的新歌会在演唱会中陆续出现，最后会在9月29日生日当天完成全专上线。从反身代词已经发布的上篇来看， intro 蜃楼、重启、记忆商店、警报、少管我首首精品，每首都是周深的独立表达，同时又在全专的概念里形成一条线贯穿始终。如果能够回到7年前，我非常非常想给当时的自己一个拥抱，因为我觉得能够顶着当时那么大的压力，然后面对着所有的迷茫和未知去走到这个台上，我觉得自己很勇敢。而且包括近些年每一次别人提到好声音这3个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和非常的怀念，因为好声音是我梦想刚刚起步的时候。我相信每一个走上好声音盲选舞台的人都会跟我心情一样，因为我们面对的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什么样。总之我觉得我对好声音有说不尽的谢谢吧，包括对小二班、对娜姐，还有对我所有当时的队友们，都想说一声谢谢。谢谢我们能够一起在好声音出发，然后也谢谢我们自己都能够做到自己喜欢的自己，继续加油。前6首歌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钱雷、唐田、隐约、沃特·艾维尔、徐威、周天彻等华语乐坛的顶尖配置。而《少管我》中，周深更是参与作词、作曲及制作。周深新专辑已经上线，很快在各大音乐平台、网络平台引发热议，专辑及每一首歌曲均有很大反响，其中专辑销量更是一骑绝尘。数据显示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，周深2024全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全网销售量已突破100万张，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，高居各大音乐平台专辑销量 Top One。这些耀眼的数据证明，这是一张制作精良的高品质专辑。从已发布的6首歌曲来看，均是上乘之作。专辑概念也非常有个性和创新，是多年以来为数不多的高质量专辑。相信随着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陆续举行，以及新专辑里歌曲陆续释出，新专辑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。这张专辑注定会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最后，奔跑吧下次录制地址改杭州了，之前是说在内蒙古，现在改在杭州了。6月3号到5号，4号休息。网友爆料飞行嘉宾是时代少年团，这个应援应该又很激烈了。还有每年都有一次海外录制，今年说是在匈牙利，当然大家吃瓜不信瓜，一切以官宣为准。